女人最窝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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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失恋，每个人都会试过，要勇敢咁企翻起身，除咗自己要争气之外，仲需要身边人嘅支持。我好庆幸身边有屋企人同埋一班好朋友救翻我出嚟，我依家先至可以揾翻真正嘅自己。记得嗰阵我几乎崩溃，净系识得喺度喊，乜嘢都做唔到。当时我有几位同学，唔单止冇离弃我，冇踢我出组，仲山长水远去我住嘅地方安慰我。佢哋捉住我只手，讲咗一段令我好深刻嘅说话。佢哋话呢个世界唔会边个冇咗边个系唔得噶，但你要记住，你仲有我哋。嗰刻我突然间醒咗，我明白所有事都已经过去，无论我问100次点解，都唔会有人答到我。人生当中跌倒唔紧要，最紧要识得企翻起身，因为青春系短暂嘅。今日我把握呢个机会，多谢我三位好朋友 Amy、China 同埋 Jess。虽然依家你哋都出咗国读书，但我相信友谊系不分时地，无论点，我哋都会好似家人一样，继续守护同祝福对方。